坏掉。融入了第一批盲盒消费者五官拼好的大数据，风格各异，通过。下一步，内容致敬。第一款，安家号。您好，我是安家号代表，编号 U1001520， 大事小事家务事，随时愿意为您效劳。很实用的功能。内容通过 ，U 代码已激活。您好，我是乐友号代表，编号为 U88698， 我是您的美食管理专家。今日小暑，最适合来一杯冰爽可口的可尔必斯。内容与安家号共情，建议发差。我想着宅家吃货们会很喜欢。哎，算了算了。下一款，星光号，这可是我的得意之作。您好，我是星光号代表，编号 U311921， 我的服务属性是才艺，希望和您一起打造艺术的世界。我是公司新生产的 AI 陪伴机器人星光号，我的出场有点艰辛。这款是本批盲盒中设定的限定款。作为才艺型机器人，我们特别安装了情绪数据包，让它可以更好的感知和创造艺术。第一次出场呈现出紧张感是正常的，但它的才艺基础数据已经通过了千万次的测试。服务专业领域检测。内容通过。抽到了限定款的星光号，这就是我的主人吗？哇，它好可爱，也太欧了吧。这次主人您好，我是星光号 U311921， 您可以叫我小星。请问欧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不太明白。欧就是遇到你很幸运的意思。我知道幸运的意思，在我的数据里有这个词，那我也欧，遇到主人您我也很幸运。我记得星光号是有才艺属性的吧？嗯，
那我来一个。就是这么与众不同。谢谢主人。都买了180个了，也就抽出一个限定款的星光号，都没有见过隐藏款的样子，太让人好奇了，真想抽中啊。卡米萨玛，给我力量吧。哇，是精灵附身我本人了吗？欧到家了，真的是隐藏款。百因必有果，你的少年就是我，我就是老可号 U12580， 你可以叫我小可，我是你的唠嗑专属少年。让我们红唇作伴，88/24接连不断。主人，你刚才说欧到家了，请问欧是我吗？是，就是欧本欧，我真是太开心了，我太幸运了。原来还是抽到隐藏款更幸运啊。但是工程师曾经跟我说过，一直保持热情，主人会想起我的。天啊，我有这么多闲置了吗？主人您好，我是小新，您的 AI 陪伴少年。到时候再买新的就更放不下了。干脆把这些盲盒都卖出去吧。在哪里可以重置你的主人信息呢？算了，等把你卖到下一个主人家里，让他自己弄吧。喜爱是有保质期的，当主人遇到更新鲜的，马上就会忘记我，抛弃我。最后一个，就看这把了。来，这是我的新主人。哎呀，怎么又是这个呀？这个我已经有了呀。真够倒霉，五个盲盒，三个重复的。不好意思了，哥们儿，把你卖掉，回回血吧。拥有再完美的参数，想要被选中留下，也需要一些机会和运气。小心，他的笑容很真诚，但是不知道我们缘分有多久。主人您好，我是星光号。不用叫我主人，以后叫我姐姐就好了。好的，姐姐，系统称呼重置成功。要不要来我的舞蹈工作室看一看？我一直在关注你，我知道你是一个超棒的舞者。是的，没错，我的数据会让我拥有舞蹈能力，并且随时更新和储存世界各地的舞蹈资讯。太好了，我们舞蹈工作室就需要你。看来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。太帅了吧。这个我已经有了呀。
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。只要你一直充满热情，一直充满热情，你终将闪闪发光。U311921，实景虚拟之间通过。优代码已激活。恭喜你，全部通过。我是星光号代表 U311921，我准备好了。这次拍摄呢，我学到了很多，就是有很多哥哥姐姐们在指点我，帮我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荧幕直接是我的方向盘。表面是笑脸，但其实内心是哭脸的。这一场戏呢，我连这盲盒的盒都没出去过，就也是很惨，还没进仓库，连盒都没出。一开始，哦，是不是杀青了呀？啊，辛苦辛苦，辛苦辛苦。杀青。三二一，好，辛苦了。